哇，这个开榴莲方便啊。Stainless steel, good. 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你看。哦。我们用火煎啊，用炸子用火煎容易搞。哇，这里 good 啊，这。可以用不用？行情，这行情的东西在好老行的嘞，一百个。可以煎皮吗？这个品相不会等你吗？哇，长不大红。把它拍下来，一箩筐。我们浇熟，浇熟了。浇熟。牛逼。啊。我一个钱两缸呀，那个呗。你给我买杯我啊。买杯没啦？买哦。那边你锁定的是啥？啊，这个嘛是真车来的，真车改装的坐子。不忙在倒旅游啊。哦，叮叮叮！现在还个白萝卜就是绿萝卜，就是一罐酸还个两个块啊！哇，嗯，结束了，我现在看到结束了，嗯，结束了，嗯 ，OK 了，好胖啊，嗯，这这是什么呢？这红银啊，红银我唔捌听过。We try, try and see. Wow, this bên ngoài thau cái đó đấy. Anh Jin. Anh Jin. Tôi biết chứ không thấy à? Bố phang, bố xẹt哦，白薯哦，所以讲榴莲一白薯，木一白棒。啊，白棒白薯。所以直接就白咯，一连要个棒去咯，哎咯。所以爱吃之前就得爱开的。啊。本来是那款。嗯，应该是无米对白的哇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今日话哦。哦哦哦。哎呦，行，搞又好。啊 ，good 啦，哇，调子啊。Jackpot， 呜 ，sorry， 我开嘛，反正就有。哦，无开咧就是贵坏啊。贵贵咯，成间贵贵咯。哦，所以讲有就是 good 啦。嗯，特别几张特别贵呢。几张啊？三十年哦，第招三十年。哦，第招啊，哎，所以就是讲本地唔在内好啦，不如。Make sure that it's not good. It's not good. Uncle, 你好。啊，这个是406的原主。啊，还没免。啊，秋山华。秋山华，录下来下一集好吧？啊，秋山华先生。哦，这是叶公子啊。Yes。嗯，然后这里国家税。哦哦。特别旺，人家唔买这个洋芋呢。现在是那个榴莲当的尾了哈，不会啊？啊，会啊，会啊。说我们榴莲了，爬山我来想玩了，我把路想玩了，峰哥，太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明年啦，够机会啦。够机会哈。说如果明年的话，大概几月会看到花？看到花是应该是在一月啦。一月。说看到那个果就是要二月。二月、三月、四月哦，如果看到那个大大的已经掉是几月？大概有的吃是四月啊，四月尾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这样我们约定啊，明年的四月，哇，其实一月我都会到了啊，去拍它的花。啊啊，是是是，好，谢谢峰哥。榴莲花也是一个炒来是很棒的种材。炒什么？你在品种是系九十日期啦，九十日出到去炼了咯。九十日期的时候，你个仔榴莲是蓝空氏啊，红白礼斑，礼斑红，礼斑白啊。所以讲，我礼斑爱食，我就别炸啦。啊，成只成好。啊，对哈。不是，上级办的就是讲八二日啦。啊啊，八一至八二日咯，出边榴莲是二次啦。哦，几斤？八几斤啊？怎么八几斤？冰哦，那边看到吗？哇，现在 zoom 了，哇，我看到了，哇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这个是15号榴莲。我看见。
哎呦！我按摩。啊，我看到手掌肌退了呀。啊，对啊，摩咧没摩掉。哦。你介绍谁啊？说到普罗哈，当时说刚能拍完的，我把手机。啊，我妈妈哇，第一次出来走啊，很开心。好、哦，吃这个红人，红人榴莲叫做昂吉呐，好、哦。昂金摔过的、啊、特别漂亮。Lucia 的呢、哦、我哎呀没讲了，来妈妈来吃妈妈啊，你吃看哇 good， 请吃这个先。啊，一等你来吃啊，来嘉伟，你必须来试一下。没有一起哇，这 good good， 哇，安哥安哥来啦，一起来，哇，三十几年，有啊，四十年，哇，让亲戚一家，那个节目好看，一直是三生一起，那个看，不好节目看，节目看，哦，一个，有那种。这是人呀、啊，叫做招子啊，不是？这不是招子，特别介绍了嘛？吼，招子就招子就招子就招子。哦，招子，哦，你目睭厉害啊！所以五眼你看到都是透视眼啊。是透视眼，是遮遮啊，就知啊。榴莲糖哎，五眼，哎，招子呀，哎呦，榴莲糖，招子，哎，红眼你看，哎，边边是招子的。标志，凤下五十年啦，三四十年啊，矮小靓，哈哈，是不是招子也都见到佢哋仔啊？对啊，哇，招子，妈姐好靓，哇 ，good， 来个椰子地只，椰子地啊，我咧平下平顶只路咧，只咩？即个只应该，做咱家只应该夹滚唔到。这是蜜胖来了，加几五两。哇，慢慢吃，买几哈？有干的，哎呦！那有两头没变，贵十八升，十八升。头几头吃啊？这红金，我没听过哟。这个是红虾，九级的红虾。意识最加好了，它老长。那狗一路两眼，那个轻的，一毛双眼，那个多的么？现在轻的哦。那亏起人家干了是。就。哇，我好醉哦，陶醉，陶醉的醉。嗯，小。吃啊吃啊！红金。哎呦，我过三十二十几粒无啫。唔系讲我拍电话录时你去留我哎呀。好吃啊！我再把皮削出来啦，都熬了。今天王师傅来接啊。我阿峰哥，你 extend 的时候，你就请做 manager， 就俾佢做管理。这两个老师，呀，老师，贵嚟榴莲会在条街了，唔得。阿峰哥，就系请榴莲，就做咧，做头头咧，食下咧。今日都到家了咯，哈，阿姐啊，味素咧，哈，叫。红虾姜有酒味哦，奇怪哦。这个怎么加？这汤汁味比较好，没变哦。哎，特别这里按照红虾是变的，按照一加煮一个汤，变一汤，加水，红可以翻车嘛？水哦，可以翻车。哦，这叫做翻车啊，这叫做 good 啦，精品中的精品啊。那你无讲话，亏死，你讲 good 无 good 那个在？好食啦，以前我贵一贵膨晒啊。水水啊！你等下这样开，慢慢不下来就不来，就下来。哦，下来啊，出去了啊。
但是现在都是都没意思了。俺这边蘑菇就买个。哦，包都好买有了。俺这大姐，姐姐来，大姐。嗯，大姐，大姐。姐姐，但是伊刚帮路人没拍我，不理解。那边路人是一公斤三毛。榴莲，他妈不吃了，我贵黄水水，不能好吃。你说不充分的发酵出来？哦。冇啦，托整嘅。是嘅，你都想食八年，唔系八年都开唔掉。嗯，你食八年。哦，今年生蕉。我当然苦咯，食八年托整出八年。你看你年轻的那个啥子水果吃过没？他们这边。你食八年。谁？哇，这过来，这帮叫榴莲缸啊。刚一件，俺的蒸香会榴莲缸，俺这要介绍我们一下吗？好正的。啊，卢光姐，我比较多姐，姐姐俺长条鱼啊，因为不咩生波啊，所以不咩钓。但是一般是一般好吃，就讲一条。哦，一件。好吃。哦，好吃，好好味。榴莲缸味道很好，榴莲缸来麻酱，这是难得一手的这里。是是，我懂你。哦，我懂你。啊，从蒸香看出生，俺明年绿。就俺这里青椒菜啦。绿榴莲，哦，自己挖个啊。姐姐姐，我整的榴莲呢，搿个是土蒸来，土蒸老长了，一转水了，大概接一支去开一个名接，那平凡人刘德华是平凡人，红要红起来了，啊，啊，改变刘德华，小明星啊，刚刚阿峰容易袂红，后抓红个时就不可能袂红了，对，哦，啊 ，good， 人家是小鲜肉，我们这是老腊肉了，老腊肉，你到意大利，我也记得那谁了呀？啊，有咧，哇，这嚼嚼的骨啊，嗯，榴莲还够嚼嚼。哇，这味不过不香哦。榴莲缸是难得一求的榴莲。哇，哎，我今日过是行运的啦。这是行运。因为你就出名，榴莲缸就是讲无咩生波的，加这么杂。榴莲缸就是讲一味生姜的啦。一味生姜，就无咩生波这。所以这人这这回就改。缸是缸波缸波的缸啊。啊，对。榴莲缸就是讲你说的。啊，对。一不不多产，对，蒸榴莲灰，给它晒杂了来个弄嘛是。古糯米啊，哦，对，我这可遇不可求啊，哦。到了，爷爷，这碗，哦，我怎么样归家呗？都有啊，阿姨都生你看诶，唔知啦，长得真系少啊，真雕啊，真雕，伊嗰只胖多诶，阿咪做帮忙就阿峰都把爸爸要跳啊，哇哦，啊，这个四个只，特别你选的水哦，只要可以做几只，都是红颜色，你看有水了，水就只红颜，宝路把酒就烧都看到是酒只啊，搞到伊榴莲糖诶。我再去拍片做 YouTuber。哎，那不错。会翻白眼。翻白眼。哇！干嘛只讲手机啊？这些还没炒炒来着。花生。哎，弟弟。哦。哦，小瀑布第三个牌就是他们的小瀑布，来妈的这集啊！这小面布，这集，哦，这很贵啊！哦，没贵啊！啊，没贵啊！哦，这就是第二个你做的啊？不啊，我是。OK。对。哦，我们这最先听个爽呢。哎，来，小大妈，喊你 boss 来给到。慢，你小大妈介绍就好了。你想开始较大咯，一扎起就落雨嘛。啊！
一斤。没啦，不吃掉。一斤是多的，你们吃啊嘛。今天刚做好的。感谢陆峰哥，今日介绍我路的瀑布、路的云、甲路的流人给我人。好，我代表啊，我代表福宅 Flavor Stock 的观众，谢谢峰哥。啊，哎，谢谢。哦，峰哥，你讲古家你讲的厝在哪边啊？啊，我讲在这边个咯。哦，你开门就看那边咯。啊，哇，爽哦！啊，这风景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人家可遇不可求。飞到八万高，别的。啊，对，哇，好了。认真哦，这大比起边看个水果哈，这边干嘛发生呢？来，起个这里。这个地方，啊，我们福建话叫做九亭呐，啊，很爽，很爽。海威的旁边，快点。啊，外面是海威啊，入口在大路旁，啊，406果园，啊，有空来看看啊，不过不是现在啦，下一季，明年，明年呀，对，明年。